奈奈、郑乃馨，你们原本是首发队员，应该选择一天考核这一组，但是你们却选择了三天，所以你们即便通过了考核，只能进入主力队。你们中通过的是李子梦、郑乃馨。当兵干啥？干脆又干嘛？是吧？歌词真的记得很熟，比很多就是真的中国的学员就歌词记得还熟。唱挺好，还有自己的小感觉。对对，他再自信一点，他完全都可以进首发，你信吗？如果他挑战一天的话，一天可能也不太一样。不一样，肯定不一样。没关系，姚慧进入板凳队。哦，没事。哇，真的好黏啊！你的衣裳，大大的梦想。敢爱敢闯，他的舞蹈还是得再好好练一练，但他还跟下来了，对吧？全世界没有时差，他都跟着唱下来了，就是舞蹈的问题。这舞蹈是不是？不会去哪儿就跑到陈星夜那边去了。他跳的确实不太好，而且三天。完了，我感觉我慌了，我慌了，突然有那么一点点慌。那接下来通过的是涂脂莹、妙静欧、张新文、胡嘉欣，你们四位可以回归主力队。我觉得涂脂莹可以。敢爱敢闯，青椒飞扬。哎，这首歌适合他，对，这就又可爱又带着那种范儿。就特别是像曾淑媛、徐艺洋啊，他们是有舞蹈功底的，其实他们可以学下来，但是他们觉得一天可能不太保险，还是选择了三天。高职陈小婷、陈星夜、许霄涵，陈小婷，他虽然是舞蹈担当，但是可能是觉得对歌词的背不下来啊，还是怎么样？对，考虑比较周全，这样表现就更稳定。对，会通过。对 ，OK OK。剩下没有念到名字的学员，你们调入板凳队。别哭，没事。那接下来还没有公布结果的，都是选择了一天考核的学员，非常钦佩大家的勇气，因为你们选择了难度系数最大的考核方式。我觉得一天班是难度真的挺大的。下面我来公布挑战成功、进入首发成团位的学员名单：江真宇。曾雪瑶、苏瑞琪、林俊逸，你觉得有没有你？我希望有。那真不好意思，真的有你了，林俊逸，恭喜你们成功的捍卫了自己的位置。梦是满天的彩虹，小小麦克。就完成度还算比较高的，而且他从头唱到尾了。小时候还没长大，坐在屋檐下玩漫画。漫漫画，那他也不影响自己，就挺好的。对，其实我说就是，哪怕错了，但是自己还能就是过去，这说明他对这个节奏还有什么是有一定熟悉度的。我觉得他是这里面跳的最好的一个。快来！成团位了，满足了，有公演了，哦，开心，有舞台了，就很开心了。哦，我的天哪！黑夜原来天亮，我觉得整个节奏感还行吧。对，还是挺可爱的。曾雪瑶我觉得 OK， 过了。词和舞都整体下来了的，就是综合度最高，对吧？对。跳的确实好，活力满满。舞蹈说实话过了。对，过了。真的是我们一天班才知道有多太难了，多难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别人体会不到的。接下来我要来公布最有勇气的一批学员的成绩。有没有想挑战一天？他们来自预备队和板凳队，但是勇敢地选择了一天的考核。
所以我想你们不管是否挑战成功，都用行动诠释了什么叫做敢，我有万丈光芒。你们中进入首发成团位的有三位，太强了，他们是舒依林、还是比较完整的。对，我听了全场基本没怎么走调。对对对，他是我的最高分。这个，别哭别哭，恭喜你，谢谢。敖心怡，心怡是稳的，我都觉得都不用担心他。这时候害怕当代。他动作算是做的比较标准的了，算是比较干净、比较清晰的了。敖心怡通过。因为之前教练们就有说过我表情上舞者气息比较重，然后我就是对着镜子一遍一遍的就只练表情，这个动作是什么表情啊，然后什么变化一下那种，我觉得所有的努力都是会被看见的。接下来最后一位，希林娜依高。我太感人了，天哪，我好感动呀，他们说我哭得跟个孩子一样。嗯，好像不是很上镜，不好意思。嗯，好了，恭喜你们用24小时完成了从预备队、板凳队到首发成团位的逆袭，请走向属于你们的首发成团位。谢谢教练，谢谢教练，谢谢教练，谢谢教练。你哭的我想哭，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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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漂亮，你哭的我想哭，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，漂亮，心灵你最棒。哭哭哭哭，我跑上去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回来了，我很想站回我之前坐过的那个位置。三个人没进，恭喜你姚慧。票数最高的人是刘先宁，恭喜你。我本来就是比较好强的人，所以我想要被更多人看到，想要站到更高的位置。如果我